哎、欸、啊，你那个啊，那个 Google 电子信箱给我。没有，我应该会收到一封信啊。啊，你要给我电子信箱，我才可以给你啊。啊，啊不然，啊不然，等一下。好，有人要飞丝吗？我成全他。你哇。我想我反正我裁掉。哎、欸，一折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再给你一次。他们四只都假哎。好，有没有人要飞丝？我要出蜈蚣吗？想办法做控场就好。蜈蚣吧。有没有人要飞丝？我想有人想要甩，可是我又有点不想甩。哇，连续两场一折。这次来玩我的一折 BB， 不知道会不会胜率高一点。呵呵呵。哇，你怎么都带雪球啊？吓死我哎、欸！就我一个人带光盾呢、欸。对啊，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好，我看到下载了，下载。61MB， 好、哦，这样子放应该是不太好打、欸。嗯，我看可以。林哥打的还金钱有领先。刚我全场投最多哎、欸，不明白。就队友雷啊，不然还是怎样？为了提克很烦哎、欸。我这次就撑全坦就没问题啦，可是对面好像都魔攻、欸。你用杜马来被撑吗？当然啊，这只哇，对面都魔攻哎、欸，只有一个狗头悟空，可是他们比我们还要坦太多了，我们有点困难。对啊，他们一个冲练，我们大家都要死。感觉费德提克冲剑，我们就都差不多了，除非我可以拉开距离，拿控度，除非可以拉开距离。你怎么两场都玩一者啊？嗯，还、啊、就有人换啊。一则一样 ，skin 不一样。你又没说。哇，凯尔哎，哇，真的。我们要不要一等的时候就尝试？哎、欸，三等，现在三等，就尝试用那个啊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出炸天杖、欸？哎，对啊，要不要尝试一等就用洞啊？我要先出一件魔方，又要玩洞了。直接出深渊的啊！好、哦，没有费的提克，麻烦你。加跑速，再减跑速。再加跑速，哎、不会加跑速、哦、，W 加跑速啊，加对，好像是越加越多吧，现在加15。谁一开始就直接咬了一个治愈啊？哇哇，这是酷炫哦，都没拿到助攻哎、欸，也没经验，哎、欸，我有经验，好爽。好，下一个人拿中贝特。好，我们就全部躲这里。几个人？你在干嘛？阿林就放放在前面。玩球。准备好了、哦，哎、欸，准备好了、哦，哎、欸，哇，背着你，哇，哇，都要背着你。然后再钻过来，贝特的方法白白走啊！死掉了！哇！哦、好痛哦！哇！缺牙天使，又有天使，我超讨厌天使了这场。太猛了吧！我们被贝特，结果被反打。哇！
哇！好，你要死了，哎、欸，你没死。凯尔是狗叫、欸，还不 carry 你们？抓凯尔那个真狗。那还是我先控凯尔之类的。可是六等就难了、啊。那现在呢？我们不然差点死掉。他是北青吗？哦。被其他死哇！哇！我被乌鸦吸。给我打一下小兵，我要用怒气回血。一则 BB 现在选择出了水滴，嘣！我知道他们不包了，转啊！其实我觉得我们上一个8-8也很好用。一则吃补啊！要踩中了。可是我不想过去，我想控凯尔，再控。其实我刚要突然想到一个，雷克萨现在是在地底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。那他被击飞，他为什么还在地底？他就雷啊！哎呀、啊！看我们只能先做消耗了。好吧，是的。然后等阿里开始喷，为什么我在打？啊，凯有六了，快了！啊，我三颗头，对啊，他有三颗头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卡特还没有六？因为我盖，我少吸一点经验。普罗也会造成那个波动。对啊，我马里的四分，我也想直接飞过去开，可是对面都六了。我们等我们六啊，我们六也不见得打人啊。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有六啊，哎，怎么给他吃啊？死掉了！哦，哇，各种空塔、欸，放全中塔，哇，太垃圾了！扎地太累了吧？怎么还没掉？阿神要干嘛？我刚好像看到有人闪现哦，阿里呀、啊。啊，在干嘛？重置普攻哦。应该是吧。应该想说给他出其不意，然后因为他开始打 W。其实我一直回血就可以了。要不要现在开啊？对面凯尔还在回，还在出攻，还好不行。对面搞啥？可怕。经济兵。哇，好痛哦！踩下超痛的。所以你不要出深渊啊，有点粗一点、啊。不应该回血。快吃啊！都没人要吃是怎样啊？我一个洞，逃过一劫。我们这个主动开也赢不了哎、欸，是吧？不要用过来。可是被开也赢不了，好惨。对吧？可能这场就赢不了啊。对啊，那要不要主动开看看？你开吧。你哦。啊，还没翻到哎、欸，人真好。
啊，冰将。我冲过去翻起来，然后就没翻到人，是高猫啊。像我们，这样我们的全 AP 回过来就被恐惧耶。好，科加是没有，那个凯尔没大招，来救救我！哎，打赢了，莫名其妙。挂下 Q， 挂喷，哎，没有喷他，有一个他被我抢走了。太爽了 ，Ace！ 你们可以骗他，只不过我那个手速不够快，被一个人抢走，不知道是谁。我啊，垃圾！不然 Q 死！哇，太爽了吧！我们主动开打赢哎，算我屌了一个闪现，把人震起来。赚！好，我们在这里我发动。所以只要把凯尔大招骗掉，我们就赢了啊！哎、欸，而且刚草人没开大，刚草人找不到机会开大，草人找不到机会开大。控他，死掉了！他大血好痛，真的好痛。我正在控住他的时候就死掉了。You happen to lay， 我要被踩掉了。你可以守塔吗？太重要了，看起来不行。好惨啊！这我根本没有 W， 这距离有点差。啊！冰糖被喂喂喂喂喂！哈哈哈！笑了，还给我弹到第二下！哎哎！哎乐，你在干嘛？哎乐，你一个走过去，你接乌鸦的，你接乌鸦的，假的，我好悲惨哦，死得好惨。先吃补了，你要主动开草人才不能开大，对啊，而且草人现在没大招。重点是我也不确定能开到草人。草人现在没大招，刚不是开完了？又有了，不见了。好吧，我开到海尔，这也是不错啊。但是没有开到的意思。我先回血，我现在回血速度还蛮快的。你出好战呢？当然。又被弹了两下，有够痛。好，就开始蹲了。死守这座洞，洞在人在，洞亡人亡。啊 fuck！哇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好，我要飞了哦。其实对面的那个咬我，你知道吗？对面的家是咬我，哇，他一个闪现吃补哎 ，nice。好，我们每次都 是我打不到、啊，每次都是那个活下来，还算可以啊。莫名其妙醒过来，所以要让乌鸦让他死啊。他沉默每次都会直接把我那个用到丢不出招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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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在家里等钱，你们就开了。哇！哇！哇！好想杀、啊，怎么办？干我好猛啊！你说 carry 了？哎、欸，我真的超 carry， 这场我扪心自问，我是最 carry。哇！我被控制。S 点啊，赢了！哦，给我一个荷包。你两次失败哦。对啊，哇，屌打！哎、欸，干，妈的，我好猛哦！干胜，给我，给我回个血啊！日月，超猛！好猛哦！哎、欸，我吃的牛奶糖有蜂蜜的味道、欸，哎，然后就赢了，哇，太神了！你们这边看成绩，我又想再玩一场积分，操！哦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他才两分。我可以帮你控手吧？打。哦、啊！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反正就已经尽量把人往后拖了，交给你了，克死掉了，雷，怎么死嘞、欸？太神啦！对面有人出坦吗？有吧？哎、欸，我这样也被关注，没关系，有光盾，那死了。哇、哦，厉害哦！再 Q， 再 Q， 再 Q 了。我觉得这阿里蛮烂的。你们玩的话，一般场还是 A 呀 ？A 呀？哦，很快吗？应该吧。那我先快要十五分钟了。哦，现在已经要时间了。真的假的？妈！北七，好可怜哦。啊啊！哦，大千杖出来了，无限沉默哎、欸！哪有以前讨论更恶心的好不好？先关麦。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场这样赢的。转抓到草人，你这抓到草人，那七个小兵捡回来，简直！啊！哦，被两个人，他现在血又吸回来，哎、欸，他做金人的，做金人，他不是出金人很久了，他们已经出金人很久了。更不好打，其实也还好，因为主草人不会主动跳、啊，所以还有他会主动跳，他不会主动跳，他都等他们被开之后，然后才跳。草丛，他会跳快下。我就知道。哎。超痛的。
你草人超痛的。三、二、一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哈哈，笑了。啊，可是这草我守不太住。可以，我们复活了。我复活了。哎、欸，水哦，被造，轰炸水转，哇转，这个哎，那各种那个哎，各种沉默哎、欸，完全看表情，当然，啊啊啊啊，哦，我每次都这样死哎、欸，哇。真是好惨的死法！哎、欸，我死的好可怜哦，我每次都这样死哎、欸。你的死法真的蛮奇特的，每次都被弹死哎、欸。不知道是不是会不会？这个随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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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连剑都开不起来，快笑死！哇，还、欸、没死哦！哇，哥这个沉默沉到挂哎、欸！哦，他在吼，然后他那个，哦，他在注意啊！我不要沉默啦！结束！哦哦哦哦，我不行了，快挂了，快挂了，没事。我们刚打不他的一刀，反正盖的。不要出他。哇，他刚一个出完无双哎。对，飞狮尽量不要二段跳，因为飞狮他二段跳那个范围很小，还一段跳范围比较大。对对对对对。比较吃苦。还是他们愿意给我被塔杀。我等一下跳前了。糟了。哎呀，我丢！嗯，弄错，口罩可以弄一百多。你恐惧，是吧？哇，他的攻速好有劲！哎、欸，对。好了，应该可以结束了。狗头怪。
多的吧？对，结束。OK。就说我卡特 carry 你们吧。李哲站在后面输出，又是一个全场最高，谢谢。我一折输出网欸，对，那个炮王跟酒鬼都只玩 AR 欸，他们 AR 1400多升，好猛喔、哦、啊，我要先困了，好啦，晚上了，该睡觉了，先下啦，拜拜。